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这一款2016年、2017年是奔驰 E300 MG 总代理。好，那前方我们可以看到 LED 日行灯以及鱼眼头灯，前保杆上有驻车雷达。那 MG 的版本就是会有 MG 的套件，包括空力套件、雨圈。车子外观维持得非常不错，而且是白色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具有质感。那后方有倒车雷达，以及 LED 尾灯1200的字样。车子非常漂亮。那 AMG 的铝圈维持得不错。我们有天窗，就有天窗。做的车门气氛，整个饰板的部分完整性非常的高，都没有刮伤。我做的座椅，那它的皮革是采用两种材料下去做合成，中间的是类似麂皮的一个材质，是做有安全气囊。顶棚是黑色的，那这边有盲点侦测，全座车门气氛，包含三组的记忆电动座椅。平把的 AMG 方向盘，然后双数位幕，目前里程数是115000，然后有音响快播键、换挡快播键、隔音式头灯跟电子手刹车 ，iKey 定速跟电动调整方向盘，然后有64色的气氛灯，这边就是原厂的一些功能。它有支援 Apple CarPlay， 那双数位化屏幕，这个是蛮屌的。然后有导航，不错，导航，然后倒车影像，包含自动停车的功能 ，OK。然后手写面板，手写面板。车子都还不错，目前的完整性非常高。有兴趣的，请把握奔驰 E300 AMG。实在就是 SUM。